国内唯一培养客家戏曲人才的台湾戏曲学院客家戏学呢，六月初七、初八两日，我提议能够孟察高旗推出年度公演，由二十三名业界如果毕业的学生诶，我点出一年十年来学戏的功夫，而带领学弟妹总共有60个演员，我做两出客家台戏，我加同三创，还个免费，一年我结合片台剧场、灯光、同布景，我民众感受客家戏之美。新冠疫情的危机，因土球发发了同声唱，陆红经过时代的五年过，没想到五浪宽到起，就意外到起，让我老弟留下来做家老公。同声唱老家时的歌舞剧，变法术、迷路、迷差接开，陆红还有妖怪、上空、上气，为老同声怪叫。会看到同声唱，会有一些爱恋的情节。古时候，是对俺来讲是特别挑战呐、啊，因为同性爱谈恋爱，是非常，应该讲，头摆没看过的。因为台戏第八度啊，就会加一些嘞，小戏，有跳夫夫妻，第八度一点的小调部分。台湾戏曲学院客家戏学呢，边个班的学生的当地概念，对于有几改变的客家台戏，外加同声唱，结合现代剧场、灯光同布景设计，希望展现好的青年戏的功夫。就希望讲可以本大家看到几多的文戏也可以，武戏也可以，唱也可以，念也可以，做也可以，演也可以，好，外加同声唱，好，等于讲大家较熟的武戏的故事啦。高峰表示，今次客家戏学呢有30位学生的入学，完成东洋节的训练，一切都太好，比俺们模一般。每款呢出爱上少传统戏曲马鞍改，今年比俺们表演的戏曲包含爱家同声唱、同面皮，利用出客家台戏，希望民众看到客家戏曲之美。韩国记者为上网，客家新闻来关于陈凤仪特别报道。